钟大爷，您罚我一个就好了，跟虎哥没关系。钟大爷，让林奇吃口饭吧，跑了一夜的路，那得挺累的。闲来玩闲了。钟大爷，昨天夜里，警察叔叔在送我回来的路上，我就一直在做深刻的自我反省、自我批评。有这么好的领导，这么有爱的同事。 这么美丽的风景，还是思想觉悟不够高，团队意识太薄弱了。我一定写一份巨深刻的检讨书给您。钟大爷，检讨我都写好了，那我念念呗。钟大爷，同事们，我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作为一名老同事。 思想意识觉悟，哎，行行行行，坐那吃饭吧，整的没有用。你也不用给我写检讨，啊！你写检讨给我交上没有用。你说我生气不？我生气。但我告诉你，我生的不是你的气，我生我自己的气。我怎么想的？ 啊！我犯啥病了呀？我这么惯着你，惯你一身臭毛病。你看，把钟大爷的心给伤了吧？他不止伤了钟大爷的心，他还伤了我家白大气的心呢。饭都不吃了，气都气饱了。没事，我给他联系了补给车，下午咱就把他送走啊。我能去哪儿啊？这就是我的家呀！来气儿啊！ 庄大姐，来气儿了！钟大爷，钟大爷，哎呀，你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啊？帮什么忙？你又不是我的人。哎呀，咱不是一家人吗？谁跟你一家人呢？告诉你啊，今天安排我车，下午滚蛋！我能去哪儿啊？你把我人事都调过来了啊，钟大爷！钟大爷，哎呀，钟大爷，你让我走也行，你把我这两天工资给我结一下。干啥呀？在这给我耍臭赖啊？我没跟你耍臭赖，我干活了。 叶所，这次的合金材料我们已经完成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做下一个合金的配料。首先呢，按照我们的目标合金成分，同时考虑各元素的烧损，再次复合实际配料的重量，然后再开展锡、泥等各合金元素的称量。最后啊，再复合一下合金的总量，好吧？ 喂，我是叶佳明。佳明，你怎么调到材料所了？天成，你回来了。刚落地，这就给你打过来了。咱们今天无论如何见一面。我在老地方等你。行，多等我一会儿啊，上班呢，下了班去找你。好嘞。 终于回来了，老朋友。怎么样，秦昌的变化大了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今天有雾啊，肯定更好看。<笑>变化太大了，这一晃十几年，物是人非了。佳明，你怎么样？一个字，忙。你倒是可以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更年轻了啊！快拉倒吧，比你轻松不了多少。 刚到美国那会儿更难，但是也都挺过来了。现在回头想想，也就那样。哎，这次回来是生意上的事情还是？一来呢，想儿子了；二来呢，回来看看你。不愧是好兄弟，这话我爱听。
3.71呗，3.71。瞅啥呀？能看懂吗？不得多向您学习吗？庄大爷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得跟您说。好事坏事啊？油田的工作人员说，他们现在有工作任务，必须保住产量，所以咱们的供气时间只能压缩了。缩多少？1/3。工函今天就发给我们。这钟大公他凭什么把我儿子弄到那种破地方去遭罪？啊！我在美国最难的时候都没让我儿子遭过这种罪。不是，佳明，你知不知道，一个连信号都没有的地方，那条件得差到什么程度？能差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个地方有时候都没信号呢。一个男孩子，吃点苦怎么了？你这话说的，那你为什么不让启辰去吃点苦呢？抬杠了啊！这不叫抬杠，因为你在国内，我才放心让林奇回来的。结果你可倒好啊，甩手掌柜，连管都不管。选择走科研这条路是林奇自己选的。我们作为家长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护、支持、鼓励他？况且一个男孩子多经历一些这种挫折，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。男孩子在外面摔打摔打，吃点苦没有关系，但是吃这种苦它没有意义。怎么没有意义了？钟大公研究的这台蒸汽发生器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研究成功了，它完全可以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。我在跟你聊孩子的事儿，你怎么又给我扯到家国情怀上了？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你这么讲话呢？家国情怀怎么了？你才出去几天呢？你忘了你自己根在哪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林奇干的是大事情，你不要去打扰他啊！要不是因为你刚回国，我懒得跟你吵。叶佳明，我也不想跟你吵，咱们不废话了啊！你把钟大公的电话号码给我。我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林奇是不可能跟你走的。忙我都得把他绑走。佳明，这些年我在美国好像是混得风生水起，但其实我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身边一个信任的人都没有。刚到美国那会儿，住了很多年的酒店，一直就想着有一天我挣大钱了，我一定买个大房子，我就想给我儿子一个家。那现在我大钱挣到了，我大房子也有了，可是儿子不在我身边。我回家我连床都不睡，我睡沙发，因为我觉得我不配睡床，那不叫家。儿子回来了，那才能叫家呀。天成，这个号码我可以给你。这才叫好兄弟。月月来看大家啊。有。月月好，忙忙忙，别忙啊。这是咱们新进的那台机器吧？是的。来，我看看。嗯。月月，目前啊，我们各个分系统的设计方案都进展得很不错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照这样走下去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进一步的总体方案的设计了？季川，你是把工作终于给理顺了，所以才让我过来听听看看啊。是，月月啊，您看我们这工作做得还可以。是，成绩是非常的不错啊，但是千万不能骄傲啊，更不能松懈。我们不仅仅是要把 CP 一千的总体设计方案给做出来，而且呢，一定要做好，要做到一举拿下玉荣而起的招标。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话，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一段差距的。啊，是。我这么说，不是给你们泼凉水啊，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更加一把子劲儿。双层安全壳进展如何呀？
目前只有双城安全壳进展的比较慢，为了能赶上投标时间啊，我在想，能不能跟您商量，咱们从这个施工方借一位专家来帮我来协助来研究。哎，圆满怎么样？圆满，哎，孟志远的大徒弟啊，这些年他可是发展的不错，懂设计，懂技术。 而且在工程建设方面也非常的有经验。他最大的优势，他就是从我们和研院出去的，能帮咱们呀。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时间。您发话了，我去找他谈去。行，哎，那咱们下个实验室看看。走，走。哎呀，季川，季川，没事吧？徐总，您怎么了？这几天可能是吃的没吃好，胃疼裂。 没事，你们快点。行了，你看你这里头汗，哎，送医院。徐总，送您去医院吧。现在哪有时间？要不去医院？走开，走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去，我没事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听话，走，去医院。徐总，远波去送月月了，您放心吧，您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没事。大夫说您就是急性胃炎，输完液应该就没什么事了，但是之后还是一定要多注意休息，要按时吃饭。 哎，今天周几啊？今天周三。哎呦，麻烦了！哎，徐总，我来不及了。徐总，你去哪儿啊？徐总，徐总，您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徐总，哎呀，你别管我，你快先回院里去。大夫说了，您需要多休息。我有事儿来不及了啊！你快，你赶紧。徐总，我求你了，你就休息一天行吗？就一天，不管你有什么事儿，我都可以替您去办。哎呀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工作没关系，你办不了，你快回来。哎呀，你看。 这样行吗，徐总？我陪您去，我陪您。咱们院有关核电工程机械方面的书都在这儿了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 孙工，你这也太拼了吧！你边吃饭边看书，容易消化不良的。我之前习惯了，也是边吃边看。闻着看看吧。哎，您看，这全都是大型泵的基础手册，你打算全看完啊？我还是觉得循环水泵轴承振动有点异常，所以我想趁着轮班的空闲时间多看看这些。 那我说说我的想法啊，首先这个劲头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光凭论证趋势图，你证明不了循环水泵有异常啊。而且你上理论课的时候，机械课老师一定跟你说过，只要数值在正常区间，那就不要担心。小薇，孙岩的意思是呢，在这件事情要慎重一点，降功率、停泵、接体检修这可都是大事儿。你刚来啊，想事情还是要周全一点。 建超说的很对，还有啊，武支长别看他私底下非常平易近人，但是在工作上他眼睛里可揉不得沙子。我刚来的时候也碰到过你这样一次的问题，但是我判断失误了，结果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时间，武支长就拉我去学习。学习了一年半的时间呢，万一你失误了，那这个责任还得是这个当班指长担，那你俩的未来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的。谢谢你们啊。 那我刚得把这些技术吃透了。行，那你慎重啊。嗯，好，明天见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徐总，哎，你看我像有病的样子吗？脸色有点不好。啊？徐总，您这胶布，妈，你给我吧。对，没事。妈。 妈，儿子，可算认出我来了。你，儿子。
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儿子，你怎么瘦了呢？儿子，来来来，张嘴张嘴。儿子，你打小啊，最爱吃的就是糖炒栗子。我记着有一回呀，你考了个年级第一名，妈之前呢就答应了你了，说给你买呢糖炒栗子吃。可是啊，咱家那时候穷啊，一分钱呀巴不得掰开花，又是月底，咱家几毛钱都没有，妈失言了，没给你买，你不怪妈吧？怪妈，妈还是世界上那个最好的妈。哎呀，你说你，我跟我儿子说话，你别插嘴。徐总，您母亲是阿尔兹海默症是吗？五年了，现在越来越严重了，所以我就给他送到这个秦城养老院，每周三例会完，我都赶回来陪陪他。本来呢，时间就不富裕，现在时间更紧了。你说每天出气的时候就跟打仗似的，人家用完了蒸汽，我们才能用，那还要压缩时间，还怎么压缩时间呢？张所，现在发牢骚解决不了问题，人家也得用蒸汽来采油啊。而且咱们能找到这种注气锅炉式的油田，还能卖给我们蒸汽，已经是很难得的事儿了。这样哈，就是咱们成立这个蒸汽发生器攻关小组的时候，我就说过，这是块难啃的骨头。今天时间上虽然出现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问题吧，不是特别大的问题，不就是时间紧吗？咱们就24小时，连班倒，好吧？钟大爷。这其他试验的时间问题都好说，唯独汽水分离试验，每次单项试验结束后都需要96个小时的冷却时间，好让装置从285摄氏度降到40摄氏度，因为只有到了40摄氏度，人才能进入到容器里更换本体结构件，这个是硬时间，没法压缩。这不是问题，我可以。出去！我不怕热，我打小就跟我爸在桑拿房里长大的。蒸桑拿。在烈日和锅炉的联合作用下，内部除了高温，还有残余水蒸气带来的极高湿度，这内部就是一个大蒸笼。蒸馒头8分钟就好了，而我们呢，要在里面工作80分钟。80分钟，给我能节约一半时间。这个林奇啊，你别添乱了。我没捣乱啊，钟大爷，你相信我一次，让我试试。钟大爷，接他的车应该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么点小事上纲上线的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你们就能保证你们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误吗？我还真就说了，今天啊，你们谁也别想赶我走，我来养活，我来采购，好不好？只要能让我留下来行不行？走走走走，我不走了，不走啊。钟大爷，你把我这事关系都调过来了，我走不了了。我就是这儿的人，该走走。人事关系，我再想办法给你调回去。钟大爷，我错了。行，好，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别说是一个了，10000个我都回答您。就回答一个问题。您说，你是谁？我是我。再想想。我是对万物皆好奇的林奇啊。好笑吗？不好笑。不是钟大爷，你要是有正确答案的话，你就直接跟我说呗。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你有什么资格留在这儿？那我问您，您是谁？我是一个中国人。再问。您是谁啊？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。接着问。您是谁？我是一名中国核工业的科研人员，我干一件事干了我10几年，怎么样？傻不傻？不傻。
是我傻。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选你吗？第一，你学的是热舞专业，专业对口。第二，你是咱们亲生的孩子，你有这个情怀。第三，你不知道什么叫恐惧。当然，现在看，这是把双刃剑。咱们搞科研啊，要经历成千上万次的实验，成千上万次的实验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次的失败，这些失败打击我们的信念，摧残我们的理想，甚至我们的勇气。你小子这种不知道恐惧的劲儿呢，你适合搞科研。知道我什么时候注意到你的吗？有一次你当运行的时候，河道你有一个小故障，你小子呢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想往那水池子里钻。是挺傻啊，也挺鲁莽的，但是我当时就想，咱们搞科研的不就应该具备这些不惧生死、探索本质的这种精神吗？这小子是搞科研的好苗子。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观察你。说多了，没想到你钟大爷我也有看错人的时候。走吧。钟大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现在做再多的解释也是无济于事了。很感谢您能够看中我，也很感谢您能够信任我，是我辜负了您的信任。我明白，这人与人之间一旦没有了信任，就很难在一起共事。我之前说我不适合来这儿，可是现在我觉得是我不配来这儿。对不起啊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您多保重身体。
在牵绊，你所有的悲欢曾在熄灭时重燃。你知道平凡的人生而不凡，总会有一天将抵达。吉他每天都陪伴着我，每当我的指尖拨动每一根琴弦，它的律动如风过崖下，做天籁之音。吉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美妙的音乐，也带给我快乐、美好。林奇，等你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声器，我一定带着这把吉他为你庆祝。林奇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向你道歉。等你胜利归来，你、我、小薇，我们好好聚聚，一醉方休。只有经过千锤百炼，才能成为一块好钢。林奇，前几天听启辰说你和钟大公去了油田搞蒸汽发声器，龙妈是又高兴也担心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。龙妈等着你，等着你的好消息，也等着你回家吃饺子。林奇，去了新工作单位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油田不比新差，条件艰苦些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的。另外遇事多跟钟大爷商量，多听听他的意见。你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孩子，也把由衷的为你感到骄傲、自豪。林奇，哎呀，终于有你的消息了，快跟叶爸说说最近怎么样，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叶爸，没什么好消息，我可能会让您失望了。我像我爸一样辜负了大家的期待，我也变成了逃兵。依我看啊，你钟大爷这次之所以这么生气，那就是因为你这次彻底的伤了他的心。几十岁的人了，为了把你收在麾下，应该称得上是三顾茅庐了吧。林奇，咱扪心自问，就算你身上有千百种的优点，那至于让人家做成这个样子吗？啊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，又是使小性子，又是犹豫，又是跑路，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人家吗？哪怕他不是苟科研的前辈，就是你一个普通的长辈，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？林奇，叶爸和你钟大爷这代核工业人呢，跟你们不一样。我们为什么到秦昌？我们为什么要学核工业呀？就是一句话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理学专家钱伟长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没有专业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，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，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，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。林奇啊，你可能觉得叶爸跟你说这些话都是空话，都是大话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句话恰恰就是我们这一代核工业人的真实的写照，真实的心声。林奇，对于你钟大爷来说，蒸汽发声器包含着几代核工业人的期望啊。那是他的信仰，甚至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。他跟你生气，一定是你这一次只想到了自己，而我们想到的却是国家。是，叶爸，我明白了。行。林奇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就是希望你能够明白啊，并且坚定自己所选的道路。人这一生，这一辈子，能够碰着几次这种开天辟地的大事啊，对吧？
你们要是研制成功了，中国核工业的一件大事那就完成了。我懂了，叶爸。行了，那您多保重身体啊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先挂了。师傅，大头，我们回去。好。启哲呀，今天真的要谢谢你啊。应该的，徐总。其实今天对我来说，也是一次全新的考验。见到您母亲，见到那些老人们的状态，也让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。啊？怎么说？比如，在有限的生命长度里，如何去拓宽它的边界？再比如，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我能做些什么？能留下一些什么？其实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啊！徐总，您的胃好点了吗？我胃啊，一看到老太太，立马就好了，比吃什么药都管用。见到您母亲，不知道怎么我就想到我妈了。都说只要妈妈还在，就能永远当个小孩。虽然说我最近因为忙没怎么联系她，但是一有什么心事，不管是快乐还是委屈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她。你这就叫懂事了。我上一次啊去北京开会回来，我听玉荣二期的领导说，你妈妈在宣传工作上做的是风生水起啊。我妈自己都说了，我跟我爸就安心搞科研工作，跟人打交道的话就交给他，准没错。是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启辰，我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。徐总，您放心交给我。好。我有个想法，你看我们核电站从设计到建成，这其中啊有许多环节需要协同配合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我们双层安全壳能不能搞一个提前介入，让施工方提前介入设计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月月推荐了圆满，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你去帮我把他找来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大齐，你说咱哥俩聊啊，我这次是不是看错人了？他怎么就能不管不顾的就走了呢？我心里可难受了，你能抱抱我吗？抱抱我，来，你抱抱我。看来钟大爷这次是真伤心。不是伤心，是恨铁不成钢啊。钟大爷见了林奇之后，跟我说过一句话。说啥了？他说，见到林奇的第一眼，就觉得林奇是他徒弟。拉东西了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就这么走了。如果我今天走了，我就真是逃兵了。钟大爷，我有两个朋友，你知道的。现在一个正在努力的去研究 CP 一千的项目，还有一个已经成为了操纵员。现在就只剩我，我还没有活着的目标。我不能再这么吊儿郎当的活下去了，我要活出我自己的价值。我想变得更好，变得更优秀。我不想再浪费时间，浪费青春了。我想像你们一样，为中国核工业去奋斗。来迟了，来迟了。干活，来呀，干活，来，回来，来这儿。
这经理自己不来，派儿子来。叔，你就住这儿啊？这儿挺好啊，而且是离我儿子最近的地方。去吧，丁丁，开两间房。老板，哎，开两间房，还剩一间屋了，里面有两张床，你看行不？一间就一间吧，开吧。多少钱？50块钱。一小时啊？啥一小时呢？一天的。没见过，干嘛来？这是？哎呦！哎，别碰！哎，哪儿来的你们？咋了？不能碰啊！我们做实验呢。你这种行为，万一影响实验数据，你负得起责吗？知道你们是搞核电的科学家，设备金贵，说话不能客气点。哎，林奇，大哥，我们搞了一天的实验了。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，行，我承认，是我身心疲惫，没顾得上情绪管理，但你们别介意，成吗？情绪还管理？说话稳走走的啊！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吧，反正啊，以后来这儿只能看，不准碰，知道了吗？你们领导呢？关我们领导什么事儿？住哪儿啊你们？就住这儿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儿晚上有巡逻的。行行行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刚他们碰我们机器，林奇有点生气。哎呀，没事，都摆平了。跟石油工人说话和气点。他们碰咱们设备啊？人家就是好奇，可以理解嘛。再说了，咱们用着人家油田上的蒸汽，应该和气点，对不对？这又不是免费的，花着钱的。给我们的价钱已经非常的低了，人家也是在支持核电事业。下回啊，一定注意你的态度。你们俩数据记录完了吗？还差一点，马上。赶紧去，去呀、啊！赶快去。倒是我的不是了。赶快去吧。叔，这条件太不符合您身份了。我是什么身份呢？您好歹是个大老板，住这儿太委屈您了。哎。当年在秦昌干采购那会儿，住过比这还差的房间呢。有一年在欧洲，我为了第一时间见到销售，在电话亭里忍了一宿。冬天呐，那真是明白什么叫刺骨的冷了。那会儿是真苦。不过好在林奇在我身边呢，回到家见到儿子，再苦再累也不觉得有什么了。你真是个好父亲，这么大老远跑来找他。哎，好吗？林奇可不一定这么认为啊。行了，丁丁，你先睡吧，我给他们领导打个电话，提前联系一下。哎。哼，丁丁，这种环境睡不惯是不是？不是说，我那个不太困。哎，你说你爸也真够狠的。自己不敢来，叫你过来，干嘛？父债子偿啊！我爸他是真出差了。这一路上咱们俩也没聊天，你现在在你爸公司做什么呀？总经理。嚯！助理。啊，那没想过自己出去做点生意吗？做了，我爸之前给了我一点钱创业，全赔了。我本来以为回自己家公司吧，能做出一番事业来，我爸。他又不肯让我插手具体的业务。哎，你爸这人呐，我还是挺了解的。很难有什么人让他信任。这是看我有点成就了，想跟我化干戈为玉帛了。给你爸捎个话啊，要想跟我做生意，必须自己亲自来找我。大晚上的干啥呀？这是啊？之前呐，林奇啊，跟那个
让光上看他发生过矛盾。林杰，啊，什么事啊？没怎么回事儿，我看那有一帮人正冲咱们这儿来呢，大半夜的，八成是来查价的。钟大爷，把人都叫起来吧，防备着点啊。咱们在这踏踏实实工作，堂堂正正做人的，哪那么多事儿啊？这事儿您没经验，我有经验啊，钟大爷。你不招人，不代表人家不招你。我跟你讲啊，一会儿人来了，如果真的打起来了，他们先动手，咱们后动手，这叫正当防卫，知道吧？对待这种恶势力啊，就不能心慈手软。行了啊，你把嘴闭上吧啊！我告诉你，一看你就是从小在学校闹事闹惯了，防范着点总。老钟啊！老钟啊！谁呀？我老王。嗨，老王啊！哎，把门开开，熟人熟人，这大晚上的，啊！瞎忙吧！你们这路啊太难走了。干啥，老王啊？这是？我们石油工人呀、啊。想请你们科学家吃顿饭，行啊，那酒和肉都备好了。你看呢，全是。别走走，把锅支上，让科学家们吃顿热乎的。走走走走啊，走走走。太客气了。哎呦，哎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吃饭了。你这会儿班啊，我去吃点。等等等等等，咋了？哎呀，没找到。哎，钟大爷。有人在海的那边，以梦为马，沿着岁月的深浅，将来念逐渐。那是他们当初的风华青年，以苦为甜，踮着前行的脚尖，将长路铺垫。之间，他们奔向明日之巅，迎风踏浪，让期望留在每天，让光芒从此耀眼。在万人之间，他们一同携手并肩，不负河山，让翻越的冷暖都化作最无畏的纪念。光芒从此耀眼，在万人之间。